这样，你等下嘴巴两百公尺，我不敢。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遗言要讲？前面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干掉人绝对有垃圾。还有吗？然后我希望就是这个场务可以，大家可以坐快乐乐的，然后很多人愿意进来当场务。对，应该比较重要。 对啊，我靠！太逼了吧！枪死你！我还有，不是你不要拍你，拍你！这边就按他，你。李院长，你有什么遗言要跟他讲？你要带一下。里面要镜头，赶快！里面要镜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石灰，这是酒壶。 哇，够了，好不好？不错不错，这够他洗2个月，我跟你讲。这石头碰到水不是会生热吗？不会啊，你把它拿下就好了。啊！你好了没啦，乖姐！全世界等你一个呢。我们都把 Super 丢掉了。对啊，为了你把 Super 拿下去。这旁边没有铁丝哦，不要等下打下去有插到铁丝。没有。停一下场好不好？那个还有最后一句话吗？ 还有没有遗言？还有最后一遗言要先讲。Rocker，还有没有人要拍照？你不要动手！你不要砸我，知道？习惯了吗？你到底要什么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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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要帮你。哎，等下，不要弄，就打我大头了。我知道，好不好？慢慢，你就不要洗，你把脸弄干净就好了。最后的遗言，你 take 他的脸就好，你脸不要躲，不要躲，你看镜头。一、二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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